至于国民党部分，选前黄金周六举办北北基桃竹竹苗候选人齐聚的大型造势，首都政将蒋万安也以领头羊之姿喊出改变台北市的决心，支持者们戴着蓝色帽子挥舞蓝色旗帜，象征正蓝军归队。哇哇哇！都算都算都算！支持者热情尖叫，蒋万安大进场，跟两旁民众一一击掌。选前黄金周，国民党七县市政将合体大造势。我若当选台北市长，我要大力的推动都市更新。万安有决心，有魄力，有热忱。我要用四项发展、五大中心，重振台北，打造一个廉能、有效率、服务型的政府。喊出对台北市的承诺，蒋万安以领头羊之姿团结正蓝军。台北市长的选举是一场价值对决的选战。下个星期六，11月26号，我们坚定地投下手中这一票，给6号蒋万安，好不好？不仅首都政将，新北、桃园、基隆同步串联，将气氛炒到最高点。北北基桃，我们四个人团结在一起，就是希望我们北台盐会更好。我当市长会带领我们市政的团队打造一个科技的桃园。这场造势，支持者们戴蓝帽挥动蓝旗，现场还有巨大国旗，主办单位更喊出超过50000人共襄盛举。启动胜利之声。选前黄金周，国民党北北基桃竹竹苗候选人合体，展现蓝营团结的决心。三立许前正凯中 SNG 小组看报道。